葉建源議員，你會不會很快？很快很快。我只是建議就話即係討論咧，就係跟進平機會就住四條歧視條例嘅檢討嘅建議。咁咧呢四條條例大家都知啦，即係種族啦、性別啦、家庭崗位、殘疾。最好嘅方式，我覺得係應該分開四條條例咧嚟到去做檢討。係，明白。其實我哋代議事項都好似有嘅，係咪？其實我代議事項有，我哋再加埋落去，或者係同阿黃碧雲。